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玩呢一个 Pokemon 嘅 GB 改版啊，好耐冇玩过啦。咁今次玩嘅咧就系一只 Pokemon 嘅英文改版啦。呢一只作品咧就系2010年嘅时候出嘅。咁点解拣呢一只嘅 game 咧？就因为佢话咧就系呢一个2010年嘅大作嚟嘅，佢攞过好多奖嘅。咁我就想试下啦。咁同埋佢嗰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剧情咧佢系自己整啦，然之后咧精灵方面又原创啦。并且佢有提到一点咧，就系话咧你嘅选项咧将会决定你嘅结局嘅走势嘅，咁我觉得都好似几有趣啦，就试玩一下啦，系啦，咁我哋开始啊，好耐未玩过，咁佢系一只英文版嘅改版啦，所以大部分嚟讲咧我都唔系话好知道剧情，所以需要系要翻译嘅 ，OK， 咁啊呢一度咧就系一个博士啦，佢就话咧欢迎嚟到 Pokemon 世界，我咪叫做咧 MAPLE 系点读啊 ？Map 啊，定 Map 啊，好。佢呢一个精灵博士嚟噶，呢个世界咧充斥住一只生物啊，有啲生物咧叫做咧 Pokemon， 咁咧 Pokemon 咧可以作为宠物啦，亦都咧可以咧打交嘅。我会点用佢？我咧就喺度学紧呢一个 Pokemon 嘅生态，佢就话：首先话俾咧你少嘅一啲嘅资讯先啊，你系男定女啊 ？OK， 我 girl， 我咁核突嘅 girl， 后悔可唔可以拣男？拣翻男得唔得？后悔好唔 OK 先？好 ，OK， 你个旅程咧将会开始啊，属于呢个世界嘅梦啊、冒险啊、剧情等等方面，哇，一嚟就出咗嚟啦。呢一个改版咧就系由火龙为原型啦，所以你会见到同火龙有相似嘅，因为佢系火龙整出嚟嘅。好，哎呀，你终于醒咗啦，好惊，我有一样嘅坏消息要话俾你听啊。就系、是、咧，我知道咧，你一个咩学校啊，谂住去嗰个精灵学校喺关东度嘅。我你一个嘅履历啊，系咪履历咧？俾人 reject 咗，即系嗰啲想上堂啦，但系咧 reject 咗你。OK， 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好嘅一间学校啦，系咯，好难读啊，好好嘅学校，我唔知点译啊，好好嘅学校啦，或者话因为咧你唔够呢一个嘅经验啦，我听到你个朋友咧，亦都咧，From Next Store 啊 ，From Next Store 系咩意思？隔篱啊嘛，咁咧亦都咧俾人 reject 咗。佢个名叫 Voice Name Again 啊，佢咩名？佢个名 MK 仔啦，万年 MK 仔呢度 ，MK 仔 ，OK，OK， 你可以咧揾一揾呢一个嘅博士，佢会俾一啲嘅经验俾你喎，就话俾啲咩经验俾我。然之后佢会俾精灵你开始你嘅冒险，佢话你拣只精灵啦，赢得呢一个联赛嘅冠军。大概就系咁啦。好，点解佢行路咁嘅样咧？你觉唔觉佢咧？佢行路压下个头，极奇怪个样。哦，呢度唔俾行啦，佢话要揾精灵博士先。OK。你咪就系嗰个人啊，好啊，行过嚟俾我望下。哦，你喺呢度啊？我已经咧听你阿妈讲过咧一啲嘅情报啊，你嘅情况啊。哦，你想攞一个三只精灵啊？喺呢度。咁啊，嗰三只精灵咧，佢哋咧全部都系一个极之稀有啊，好少见嘅精灵嚟噶喺呢个地区入面。唔知咧你会拣边只精灵咧？嗰三只啊，快啲搵俾我睇啦。哇，佢话你睇起嚟好咩啊？呢个咩字？你似乎好优柔寡断啊！佢就话咩叫好优柔寡断？我望你只眼咧吓、你有呢一个嘅有呢个潜力做呢个 Pokemon 嘅训练家啦。佢就话你可以咧带领呢一啲精灵咧成为呢个战士啊！佢就佢拣一只啦，公安佢拣一只精灵出嚟啦。好啦，呢个草系话马骝嚟嘅呢只，星星猿人，啲水系大笨象啊，火系咧。咁火系咧就系呢一个牛仔嘅精灵啊，咁啊呢啲咧全部三只都系原创精灵啦，佢嘅咁三只都唔系话好特别讨好嘅，其实，我哋拣最冇咩特别啦，唔系最冇乜特别，叫做最正常啊，叫中规中矩嘅大笨象咯，我哋拣 ，OK， 大笨象要唔要帮你大笨象改名唔使啦 ，OK。我谂你咧应该需要一啲精灵球去捉啲精灵嘅，就话我估计咧我可以帮到你五个，俾五个精灵球你。我咧要攞翻我 research 啦，祝你嘅旅途愉快。唔好忘记咧，我会派我啲助手出去咧去 check 你嘅，佢就话我都咧俾礼物俾佢嘅，跟住放喺
跟住交俾我啊。你需要一啲战斗嘅经验系嘛？或者我可以咧教导、指导你啊，指导你呢个过程。哦，要打交，咁啊打交唔使睇啦系嘛？打交唔使逆你剧情，就咁直接开波啦，打爆佢。OK， 搞掂。OK， 我可以话俾你听一啲好，话俾一啲事情俾你听噶。佢赢得呢个 Pokémon 联赛咧，为我你个第一个道馆嘅挑战咧，将会喺呢一个嘅 Gans City。Gans City， 好行得啦嘛，行啦。等先，你停一停先。呢、這个 MK 仔咧等紧你喎 ，MK 仔等紧我。MK 仔啊，呢度系嘛 ？I still have a Pokémon， 我见到你咧，而家有个精灵喎。You want your surprise way？ 你想唔想要你嘅一个惊喜啊？啲惊喜礼物啊？乜鬼惊喜？喺我讲之前咧，我哋不如玩个游戏啊！你估下我只手收埋咗喺边只手？左右手，右手左右手咯。好，你估啱咗啊！你睇下呢一个系一个 Pokemon 嘅 Death 嚟嘅，哇！原来俾图鉴我，好开心啊！俾图鉴我，哇！系图鉴啊，好想要，哇！好想要啊 ！Go on, then yeah, take it 啊，攞起佢啦呢一个，嗯。佢就话咧呢个咧只系一个备用嘅 spare 呢个嘅士啤嘅一个士啤嘅图鉴吓，士啤图鉴啊，唔使担心咧，我冇嘅。佢就话，你要行快啲啊！如果你想赢我嘅话，喺嗰个咩 N 字头嗰个 city 嘅话，好唔使理佢，唔知讲啲乜鬼嘢，讲咩佢就话 ，Congratulations 啦，第一个训练家咧 pass， 嘟 ，I'm waiting here。啲精灵球，你系一个训练家嚟啊嘛？哦，教我捉嘢，教我捉嘢唔使。哇，个三个口，嗰嚿石仔嚟嘅，呢啲就系原创精灵嘅样貌啊！哇，又系你 ，Hello， 我话咗咧，我会咧追过你，追到你嘅就话，I want one better and 咩 pass you 啊？哦，佢就话咧，佢一定会做得更好，并且超越我咁话喎。OK， but first let's battle， 总之都系要打交啦吓，咁啊，总之照打啦，唔好谂啦，照打。诶，佢系草主喎，马骝仔啊，即系都系黑住我噶。water gun， 我哋有水枪学到啊。哇，发生咩事啊？我已经咧努力锻炼过，但系咧你依然都赢到喎。呢一个咧令我好震惊啊！Anyway 咧，我咧最好咧都系离开一下先。我咧去一去呢一个关东咧，去睇一睇我嘅祖父母。再见。哦 ，OK。哇，即刻有新宠啦，狐狸仔嘅呢个。OK。啊，呢啲打交就唔特别睇啦，打交逆嚟都冇咩特别。即系尤其是啲训练家，除非系啲大佬啦吓，嗰啲咩冠军级数啊先会逆啊，否则诶呢个草系。我呢个系原本有嘅精灵啊，乜狡猾天狗啊！哇！有咁嘅雀仔，个头仲有个蛋壳嘅，小刺蛋蛋壳喎，即刻回去先啦！走，跟住逐间屋嗰度揾下先。我咧见你未有第一个徽章喎 ，Come back when you have it and 哦，当你有第一个徽章嘅时候咧，再过嚟揾我，会俾个惊喜你。啊，呢个唔过得啊，佢封住咗条路。呢度咧，呢度有咩用啊？真系冇用，我升呢啊！突然之间有只虫喺度，飘虫，系咪有隐藏？冇隐藏？哇！嗰只兔仔咁有趣，好有啲数码暴龙样喎呢啲。呢度咧，呢度都系冇嘢，睇嚟冇人喺屋企啊。What do you think 呢度做紧啲咩喺度？跟住落拉开啲嘅又话 ，OK。系时候咧欺负弱者嘅时候咯。The Lens Mass and I'm World Class Pokemon Trainer。个名系啊 Mass， 然之后我系呢个世界上最一流顶尖嘅 Pokemon 训练家，就话我梗系需要咧训练我嘅新精灵啊，系时候咧俾你见识一下啦。大概就咁。哇，喺呢嚿嘢啫，一嚿咁样石仔又系，哇，乌波竟然系。唔好忘记我名啊！如果忘记咗咧，你会后悔嘅。阿 Mass 会后悔。喂，
呢个唔系商铺嚟咩？第二天入队咁咩 ？Hello， 嘟嘟嘟嘟 ，How may I help you？ 哦，你系训练家嚟系嘛？我搵到一封信，搵一封信咧系俾阿 Steven 嘅，但系我唔知乜水嚟，并且我都唔可以离开，我而家翻紧工啊嘛。寄咗俾佢 ，OK，Yes。嘿，嗰一封系咪我嘅信嚟噶？哦，呢一封系我嘅信嚟噶，我可唔可以攞嚟睇睇啊？系啊，呢封系我嘅信嚟噶，多谢你帮我搵啦。我需要俾一个奖励俾你啊，哈马包呢、這个咩啊 ？EXP share 系学习装置喎，我即刻俾咗，咁好咩？我咁样揿一揿就已经攞学习装置啦。诶，等先，你系嗰个人系嘛？非常之好啊，我等紧你啊。你睇下呢一封信咧，系博士俾我，并且咧佢问我要俾你一啲嘢啊 ，to inform you to take it to him， 并且俾个通知俾佢，佢就话 ，would like you to take the letter to him。如果你想知道发生咩嘅话咧 ，expand。佢就话咧，博士咧可以解释俾你听。我咧好肯定咧，呢一个嘅奖励咧会对你有用嘅，系啦，对你有用嘅。佢就话 ，I to be off now。佢就话要再见啦，要离开啦，我需要离开啦，就咁啦，行咗去啦。呢度乜鬼嘢嚟噶？呢个 ，I'm sorry， 依家就唔过得喎，系嘛 ？Come back another time and you will do do do。下一次再嚟喎，就话点解啲要播啲咁奇怪嘅音乐嘅？呢个教室嚟喎。Be sure to view what's on the 唔好唔记得咧，你要咧清楚咁样记低晒咧黑板所写嘅嘢。商店，商店有咩卖啊？望望商店，精灵球，我7000蚊喺身喎，咁好嘅？点解现实冇 Pokemon 训练家呢个职业？呢、這个世界有冇一个 Pokemon 训练家职业？应该有。以前我好似曾经听过，哇！突然间做乜鬼嘢？做咩震啊震啊？诶，阿 John， 你喺度做咩啊？呢一个咧，呢一个秘密嘅按钮咧，会做得好大嘅声响啊！如果你闩开闩系咁开闩咧，会引起其他人嘅注意，并且行埋嚟嘅。我哋咧需要咧好快速咁样咧揿咗佢啊，开掣。我好惊咧，好惊咧，有人咧。好惊有一个声响咧，会引到其他人咧会走入嚟嘅。我需要咧好快咁行入去啊。OK， 喂，19876543211 ，now 而家 ，Emada， 喂，we better get in there right now。我哋而家要即刻行入去啊。Hey Stephen， 我哋而家要行入去啊，行快啲啊，躝过嚟啊。你最好咧唔好忘记咧要取消嗰个嘅嗰、那个嘅隐藏入口就话 ，OK 就系咁样啊。巴塔迪一日喷水喷死你啦！好，老鼠仔，哇哦，哦草系，哇唔系话，哦，即刻死咗。各位头先咧咪话咩 Pokemon 训练家，好似早排都唔算早排啦，好耐之前 Pokemon Go 啱啱出嘅时候咧。曾經有啲唔知咩研究咧，就係話就係有呢個職業啊 ，Pokemon 訓練家職業。喂，我頭先咪學咗招勁技嘅，係凍風啊呢招。哇，同埋呢一個界面幾靚。呢個界面其實而家外國嗰啲多數都用呢個界面，但係呢一個係2010年嘅 game 嘅。我係睇下，我不然睇下有冇2020年嘅作品。同埋呢啲大作咧，我都想。每一年都玩一隻啦，睇下即系嗰一年嘅大作系啲咩咧，就玩一玩。呢度咪有个掣咁啊，睇下，系咪有得揿掣啊 ？Search 揾唔到佢话，佢系收埋咗啊个掣，咁唔紧要啦。我哋翻去可能要翻去揾博士啊，同埋依家身上有學習装置咧，其实可以装落其中只虫度。但系我冇乜心水捉咩虫，呢啲雀仔麻麻地。呢只都麻麻地，我睇下个款应该升个咧，唔会特别靓嗰啲。翻去揾博士睇下冇剧情先。好，做咩？原来 something for me， 你俾我一封信嚟噶。哦，多谢你啊，俾咗封信嚟啦。Well， I'll give you， 我俾个奖励俾你啊，俾一对你系有好处嘅。好，我明白啊。如果我俾一个咩精灵咩 ，Pokemon Knife 啊，对我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处嚟嘅。你有一个电话，佢就话。Every now and then， 可以咧揾系随时随地都可以揾到我，应该就话要 go off and enjoy 享受你嘅冒险啦。佢就话
我会咧随时随地咧 call 你嘅。啊，乜鬼嘢？有嚿嘢系呢嚿啊？呢嚿就是个电话。這個、呢嚿咧 TV， 唔知有咩用的 TV， 系咪行得啦？呢度哇有道馆喺呢一度，竟然呢、這个道馆系博士开嘅，其实博士开，哇云雀、啊，正、啊、七夕青鸟，哇！哇威吓喎、啊，喂想要呢只，即刻捉佢先，因为我惊我打死佢，所以我呢度要捉咗佢，捉咗，或者我试下就咁打下先咯、啊。未、欸、死未死 ，OK。出嚟球咧，搞掂啦，轻松。哦，系嘅。我系啊精灵，咁啊睇唔到佢性格系有冇加，放松性格，正哇有恶技喎、啊，已经四呢有恶技，你会太夸张。其实正常嚟讲唔会有恶技。啊，我哋试下个学习装置系咪要装嘅先？系啊，学习装置要装，咁啊装俾只狗仔啦。因为四呢嘅话咧，其实讲紧一开头得嗰啲咩撞击嘅啫，佢唔会有恶技，因为恶技嘅话咧，佢一嚟有得用咧就好劲。尤其是呢招六十嘅咬咬啊，系啦，计埋呢个修正，基本上已经系九十攻啦呢招技。睇下先啊，依家我可唔可以继续行啊？好，我不然呢度可唔可以继续行啊？诶、欸，搵到啦，搵到啦，啊，搵到一个细嘅按钮啊，揿一揿个掣啊，即刻搞掂入得。哦，哇皮皮喎、啊，即刻用冰打佢先，啊，应该用水试先。好，好啊！啊 ，Found it get to test my team， 我终于可以测试下我嘅队伍啦。穿山鼠啊！好，哇！呢只用冰打，呢只应该用冰打啦。哇！催眠唔得用冰打，仲有佢有草嗰啲，冇草。见到一绿色，原来有两撇草。搲佢，醒啦喂！啊，醒啦！十六咧系咪进化啦要？诶、欸，进化啦大笨象啊！即刻进化俾大家睇，究竟呢只大笨象水主会出现啲咩嘅精灵出嚟咧？啊，我哋望望啦。哇，睇个款有啲不妙，有啲不妙啊！即系呢个进化样，唉、哎，有少少不妙。哇 ，OK 啊，暂时睇 OK。好，恭喜晒你嘅大笨象已经进咗化啦。睇下先，佢嘅能力值方面咧啊。攻击力、防御力比较高，特攻比较低。喂，攻击型嚟嘅呢只，跟住就48血啊，冇咩特别啦，还可以。OK， 好，咁啊，今集呢一个嘅 Pokemon 改版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继续剧情啊，下次再见系啦。中意嘅记得俾个 like 啦，同埋咧未订嘅话，帮我揿个订阅，我哋下次继续剧情，拜拜。